两个清洁工人一度被困位处39层高半空的吊船，险象环生。事发在中环德辅道中4号渣打银行大厦，星期四朝早11点几，架吊船怀疑发生故障，消防接报到场营救，警方亦都封锁现场一带。最后救援人员成功将两个工人救回去安全位置，他们没有受伤，无需送院，事故原因有待调查。